今天来叫宝子们做一本美美的风琴本，过程非常简单哟。准备一张2毫米24的硬板卡，你觉得漂亮的一匹布，把卡纸1/2，布裁得笔纸四周宽3厘米左右，推荐大家用布料胶。布料胶的优点是速干平整牢固，缺点是味道很大，要在通风的地方操作。像这样盘好胶水，然后把硬纸板按在正中央。友情提示，操作的时候下面垫一张纸，用纸刮平粘合的胶水，然后要在四个角剪这样一个口，这样折起来才能互相靠着，每一边都用胶这样糊上，贴合粘牢，用纸刮平里面多余的胶水。四边都粘合住，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封面，用同样方式做另一个封面，然后做内页。一般网上全棉水彩纸最大只能买到2ZAC 的，长边对折才开成长条，中间对折，两边再反向折，就能折出风琴内页。一般16开、32开甚至更小开腹都会比硬卡纸对应阿吉小一圈，然后来粘合内页，也是用布料胶在纸四周涂一圈。踏布牢固，可以中间也贴上加固，这里一定要贴在正中央，别贴歪了。另一边也是同样操作，对一遍四周都整齐，这样一本平整的风琴本就做好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呢？确认没有胶水溢出，再重物下压几天加固就可以了。